大可爱们，又是一个中午，很高兴见到我吧。眉毛收一收。我刮掉一块，我这里刮掉一块，我的妈！这背印刮毛刀也太锋利了吧！哦，哪里买呀？什么？小月女精选小店。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。唉。我刚翻私信嘛，然后看到大家很多人跟我说他恋爱上的失败呀，家庭上的不和睦啊，还有友谊上的分歧，一下子看了太多私信，觉得有点压抑。是不是过了30岁就好了？我现在也觉得我挺迷茫。不要看我每天好像个傻子一样开开心心，我每天睡觉前也会想很多，也会自己问自己我到底适合干什么。3年后的现在，我还是我现在这样吗？防晒我们来涂一下。好朋友黑泽去演戏了，他马上就要拍电影，我却还在拍游戏时间，游戏时间，游戏时间。我初中的时候的梦想，到了高中，管他拍拍戏，能出名就好。现在发现机会越来越渺茫了，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机会也越来越少，不然我就某音上搞几个甜甜的剧情拍一下吧。哎，我这个粉底液还没用过呢。我买他家的散粉的时候，顺带买了他家的粉底液。哇，流动性贼好，好细腻，看到吧，很滋润，妆感还是很自然清透的，打造那种美素颜的感觉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冷色调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个 R 开头的，我是210那个瓷白色，就是比较白的皮肤。如果你是偏黄的话，就是可以用 Y 开头的。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记过那种100件想做的事？这种我小时候真写过，什么和爱的人一起去滑雪，这辈子一定要做一次热气球。我记得我还写的是去土耳其做热气球，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。但是我这辈子到现在都没有做过热气球，但是前两天我居然在厦门看到天上有个热气球，然后我今天我就去，这下完整个就跟瓷娃娃一样。唉，今天的情绪真的好像不太好，我都不能伪装我自己了，我要做真实的自己。好久没去旅游了，一直说要去旅游，但是先是因为疫情，后面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又一直没有时间出去。你们应该也跟我一样吧，而且你们应该比我时间更不自由，因为上学的话也不能一直出去，而且上学的话也没什么钱，如果工作有钱的话呢又没什么时间，好不容易放假的话呢人又多。这么一想想我还是蛮幸福的哈。好吧，定妆吧，今天还用这个专业彩妆师的定妆粉 Make Up Forever， 非常的细腻。 OK， 我感觉女生是这辈子一定要持续的，至少隔几个月一定要看一部剧，因为看剧会让你从头顶上散发出粉红色的爱心。好像是蛋黄前两天推荐给我看了一个香草和咖啡，还是香草与咖啡，我的妈，一个日剧。鼻头给我滚出来，电影院开了，你们有没有去看电影啊？我想说的什么来着，怎么说到电影院去了？哦，我想问为什么大人，就是对，没错，大人，我是小孩吧，大人为什么打电话声音这么大呀？就是我们接电话不都是喂吗？就是我感觉就是妈妈辈的都是喂啊，哎，哦，你那个什么，就感觉打电话一定要讲非常大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讲的小声一点，对面也能听见的呀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呀，不什么不后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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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什么老人呢？我这边有个双下巴，把这条线给画过去，把我双下巴给涂黑。我整个这块骨头和这块骨头真差这么多，我真的是。所以你们见到我的脸，永远是我这边的脸。我不好意思露这边的脸给你们看。我的眉毛好久好久都没漂了，怎么感觉这边眉毛画得更好一些？冲进来，冲进来过，黄河在咆哮，差不多了吧？唉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。搞个什么洋油啊？用这个紫色的这个埃及眼影盘怎么样？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
什么颜色的眼影呢？什么颜色呢？哼，我要弄个牛逼一点的颜色，紫色。紫色怎么搞呢？先来一点点红色，再找一个蓝色。紫吗？怎么感觉没那么紫呢？怎么像是被人打了呢？我好傻，这里有个紫色，我还自己调，我真以为自己学过画画，好像真的很了不起一样哎。那我直接再加一点紫色吧。嗯，有种小小的烟熏妆的感觉。美瞳忘记戴了，忘记试镜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个眼线呢，得往上。等一下，我可是要变成单眼皮的。花火小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把下面这一圈整个都涂紫，你才有那种厌世的感觉。配上我今天的情绪，完美。我新买的小妖精睫毛打底到了。你来晚了呀，哥哥，看到没有，真的翘了。一般我们夹完睫毛之后，它得暂时是翘的，过一会儿它就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用这个打底打完之后，它就定住了，就像那种啫喱水似的，牛逼 class。这睫毛膏是真的挺好用的，是那种根根分明，然后不会苍蝇腿那种，绝对是你想要的睫毛，买它不后悔。OK， 几十块，五六十，我现在看一下。我第一次买了他家的一个棕色睫毛膏和一个打底的，是129块，然后刚买来。这只就丢了，我又买了一只，他单独买了一只是69块，具体这只多少钱呢？你们自己算了，我也算不出来。我已经有嫁接过这个睫毛了，所以有点不是很明显。如果是你们自己夹的话，就是完全两个对比很明显。我们拿一个紫色的闪片，请闪下我的 24K 钛合金狗眼，找模样，找模样，这边来点缀一下，找模样好不好看？你说，美瞳是点睛之笔啊。我感觉哦，带个日抛吧，因为我今天等一下要出去做热气球，还要出去吃饭。等一下我到一半，我眼睛不舒服又要拿下来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就扔掉。没错，你太聪明了，就是没见过有的我那么聪明了。怎么样，这个还不错吧？而且我刚好剪了齐刘海，而且是那种超宽的齐刘海，特别高级。哇，我这个鱼尾纹马上要出来了。我以前笑起来不是有那个纹吗？然后我去打了保妥适，在眼周。就打了10个单位，两边加起来，它就是把我这个眼部这边的肌肉放松了嘛，然后我就笑不出鱼尾纹了。但是它这个保妥是只坚持4个月左右，所以就是大约4个月左右可以保持没有皱纹。所以下个月我这个鱼尾纹又得出现，用一下这个，这读什么？增吗？怎么先涂了高光呢？我真是太傻了，太傻了！我把你这个眼头这里给提亮一下，就远远望过来有一种那个眼屎的感觉。你说修容我要不要用这个香芋色的呀？打出来会不会不像人呢？哇，它是有那种腮红高光一体的那种，它自己有就有带闪的。嗯，还行吧，啊，哎，这是腮红腮到这儿来了，这儿都有，整个脸会像那个打了玻尿酸一样那个鼓起来。有啥办法让它不要腮到这里吗？口红来自什么呢？吃小孩色，这个颜色呢？我感觉可以再红一点。哎，这是好温柔，是我什么时候买的吗？哇，这两只好像，这个稍微深一点，焦糖摩卡的颜色。哎，嗯，这是不行，我想拉屎。哎，一身轻松。哇，这还行，这 Whole Life 的200，这是我一直非常久远的一支。哦 ，Tico 的多少呀？颜色都掉了，105吗？对，还是这只吧。来点唇膏。啊？热气球啊？啊？怎么突然去做热气球啊？我是赶着公司开会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完的？不知道呀，还是请假吃饭。哦，好吧。怎么这么红？这个颜色和我嘴上颜色怎么不一样啊？是因为我涂了这个唇膜的原因吗？感觉这腮红不够，我们换一个豆沙色。感觉这口红不太行呀。哦，我有一个
指甲还没粘，我找一下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这实在妖怪。这个，不然白色的试试看。哇哦，这是那个胶片，好好笑。我靠，这有点太小了吧？这不能细看，细看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咦？房租还不交，明天再不给我交房租就给我滚蛋。我月租婆是这么好欺负的？要不这样，你要实在没钱的话，那男朋友总要给我点钱啊。没钱还出去。OK， 快乐的时间只有这么短暂，又要说再见了。那评论告诉我你最近的一个目标，小目标好不好？那我的最近的目标呢，就是希望我能变得更自律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，经常熬夜睡懒觉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然后我今天要去游泳，游泳的话对身体有好处，主要是可以瘦。我年纪到了，这些白白肉都很松，就游泳的话可以塑一下形。哇，它这个撕下来真的是属实有点痛啊。还是跟上一期一样，十个66.6，可否把尊贵的帝王三件套赐给今天的坏女孩呢？本来还想说测评一下这个粉底液持不持久呢，出去坐热气球，吃完晚饭回到家里，经过个5-6个小时，这个妆容是什么样的。但是我决定今天先暂时把这个放一放，合同先生去开会了嘛，所以改天再去坐热气球。那今天的话先去游泳，那游泳之前我得卸妆。至于准备要出去游泳的路上，然后准备到游泳馆附近再去吃个饭。吴志，你觉得你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因为太多了是吧？太少了。听说你王者荣耀充钱了呀？你充了多少钱？你告诉大家。什么东西啊？4000块。嗯。有不止4000块啊。多一点。4000多，他偷偷的，这个小孩你说他能行吗？拿着妈妈的手机，然后偷偷的充了4000多块钱。我妈还问我，她说宝贝啊，为什么我这个手机这个卡每天都扣648呀？我说啊，这可能你是买了什么套餐什么的吧。然后后面我说你点进去可以看明细的，一看，哎呀，吓一跳，王者荣耀。怎么有意思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是我小孩，我直接打了。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你偷偷的充了4000块钱，你知道4000多块钱，有的人一个月都赚不到呢，是不是吴志远？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是吧？已经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吧？等我看一下。你是男子汉，帮女孩子开水怎么了？我拿了我最爱喝的青浦水。什么妙香扁食漳州卤面西北牛肉面小笼包一份，还要我要葱油拌面不辣的鲜肉水饺一份。吴志，你要水的还是蒸的啊？扁食来一份，我的葱油拌面。这是传说中的扁食，我们那边叫馄饨，但我们那里面是纯肉，它这个吃起来有点 Q 弹，感觉像是有面粉的那种感觉。大大的水饺，
种小小的店都是很好吃的。你们那边有鼎泰丰吗？我前两天去吃了一下，非常贵，而且味道我觉得也一般。你说成本也没多少，它是品牌比较牛逼吧。游泳之后再给你带你去吃一下，我怕你去游泳之前吃太饱了。现在哪里还有两个人吃饱只要26块钱的地方啊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么实惠的饭了。我现在要卸一个妆，但是我不能拍一下过程，因为我后面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走出一个裸女。那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秒卸妆，耗费了我不少功力呀。第一次来这个泳池。现在到顶了，现在我垫着脚尖。这里是1米5的，那边是1米2的，你去1米2的吧。我今天算是这个夏天第四次游泳，上个星期连续去了3天，后面感觉到这个反应这里有点酸，然后就停了2天，今天才来。来来来，我说3、2、1来，3、2、1。姐姐，我刚刚化妆的时候好看，还是我现在卸妆好看？卸妆好看一点。为什么？它妆感觉怪怪的，卸妆自然的美。嗯，谢谢你哈。到家啦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